故事馆也与以往过去都是很制式化的颁奖仪式，市长认为讲咱的里长甲林长都尽情吼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早一点来纾压各里的里长的一些工作压力啊。刚刚也看到了陈振达里长哈，没有介绍到哈啊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那我觉得平日我们的里长还有林长都是很辛苦的哈，拿辛苦你啊嘞，无眠无日，然后呢很努力的在付出，各个角落都看到我们每一位里长的用心。那因为呢，我们宜兰市总共有38个里，但是要特别挑选出两个里长特优很难挑，因为大部分拢足优秀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呢特别颁奖给我们新生里的蔡锦涛特优里长，还有我们北京里的吴聪德里长。那刚才哈，那位新生里那位蔡锦涛里长哈，平日除了对社区的关怀之外呢，他对健康的照顾特别特别的周到。那走到新生里，所有的里民都对我们蔡锦涛里长赞许有加，所以我觉得他得到特优里长是实至名归。嗯，哪公对地方的贡献、地方的关怀、健康的照顾等等，他都非常非常的到位。那所以呢，蔡锦涛里长也恭喜里长哈，得到我们县府也是哦，也是特优里长哦，还有我们吴聪德，我们的总会长哦。你今嘛担任咱的宜兰区里长联谊会总会长，而且更是宜兰县的哈，所以今嘛职务真多，啊，搁咱的调解委员，啊，搁姐姐咱的北京社区前理事长，搁咱的自主房灾等等，所以也头衔就多，可见得他在平日宜兰的里来内底咧，那工作姐姐各行的贡献以外咧，搁姐姐投入更多的公益事情。所以再次的肯定我们的北京里里长，还有我们新生里的里长。那更恭喜，也辛苦我们7位啊，得到资深领长的美丽里的啊，包括进士里，包括我们黎明里，还有神农里，还有民主里，还有东门里，还有新生里，哇，我绕到这个领定哈，这个领定。各位上优秀民政人员推荐民政人员宜珍啊，调解会的秘书，所以再次的恭喜他们啊！因为咱讲正经的吼，里长吼比任何利益代表更加辛苦，因为他们是最基层的，而且跟我们的里长一样，拢是徛在帮忙工作的领流，替咱里尽心尽力，所以今天能够得到他们这样的殊荣，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。也要再次的恭喜各位，也再次的肯定各位，再次的谢谢你们，因为有各位的相挺，让我们宜兰市的市政能够推动得更顺利。希望呢，未来我们共同携手，创造宜兰市美好的城市，幸福宜市最佳的典范。所以呢，今天特别利用这个场合来颁奖给各位。两位里长阁是咱啊，这官员阁较表扬吼，这个更加阁较无简单了吼，感谢你啊。那民政人员也在恭喜吼，拢伫第一线，除了是在市公所啊上班以外，到各邻里啊都有到活动中心哈啊去做一个服务的哈。阿姨哈，个人上班较无同的哈，上班吼啊伫办公室啊来做上班，伊毋是咧，因都要去下乡做一个考察，甲民众做一个互动哈。有当时啊，民众的脾气较无多控制的时阵吼，安尼爆发啊，咱民政人员当然当吼，用咱上大的耐心吼，啊，甲咱专业的知识吼，来去甲化解啊这代志吼，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哈。共同协助之下，才能够让我们宜兰市发展得更好。常常我们这边的市长还有许多非常棒的政见要落实，而且所有政见的落实，真的得靠所有里长你们共同努力，哪怕是发放所有的物资，或者说有的事情由你们帮忙去通报，才能够把宜兰市变得更加美丽、更加好。感谢。